很多人都认为明星是不吃人间烟火的，但其实明星也是普通人，他们在片场的样子或许就跟我们平时上班的样子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。我们普通人吃盒饭，他们也是吃盒饭的，但有时候看出很大差别。赵丽颖的盒饭其实还是很不错的，有菜有肉。张艺兴这个工作餐其实也很不错，只是好像荤素搭配不大好。吴京的饭就是方便面，这兄弟俩在后台吃饭，萌萌的表情好可爱。吴彦祖在片场的照片，这样有亲和力，这样的阳光笑容真的太暖人了。图为 baby 的午餐，看起来他好像没怎么有胃口，正在玩游戏呢。范爷不喜欢打游戏，吃饭时也没有闲着，看着这对台词的劲，真是敬业。人一宽，这戏服很有特色，哈哈。赵薇，青涩的青春，张馨予这姿势没谁了，哈哈。彭于晏，看着好寒碜的样子，拍戏不容易啊。杨幂，菜吃完了，剩那么多饭，难道减肥就是这样减的吗？胡歌，比所有人都吃得快，哈哈哈。你是有多饿？欧弟，这病能吃完这一大盘吗？这食量惊人啊。田馥甄，这是你吗？好呆好萌哦。看见了张卫健，他这个表情是在炫耀自己的盒饭吗？还是在炫耀自己当年的长发？柳岩晒出在剧组吃饭照，一身古装还没脱掉就已经开始抱着汤大贺特飞了。相比之下，吴奇隆刘诗诗这小夫妻俩就比较矜持了，虽然饭太简陋，但郎情却已都在其中了。快乐家族欢乐多，吃个饭也要把快乐贯彻到底。开长江大叔的饭量惊人，吃的虽然一般，但已是很不错了。期待和你再次相遇。